上呢，白桦木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大联盟最多球员在使用的一种球棒的材质哦，因为呢它的这个弹性比较好，柔韧度也很好，所以呢它的容错率比较高，也比较容易被掌握。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知名的球星是使用白桦木球棒的，就包含了陈金锋。不过呢后来他们展开了一场枫木革命，因为枫木呢它的材质比较硬，那它的这个球棒呢也是比较平滑，它整个整体重量比较重，所以呢它要掌握它的甜蜜点的难度是的确稍高了一些，但是呢它打击出去的距离啊跟准度啊其实也都是更好的。所以哦，对于呢比较这个技术娴熟的选手，他们就会改采用枫木的球棒。我记得陈金锋现在好像改枫木了，陈金锋还在打吗？啊他对还没吗？还没退吗？他被救了哦，他在我心目中有哦，心目中其实你自从到了这个节目以后，你现在其实拉迪赛拉得蛮好的。